这里是罗氏羊肉卤的新店家。店家最早在台东女中前的四维路营业，因老板曾任职的台东女中退休，将四维路宿舍缴回公家。目前店家新开设两家新店面，在开封街主要是卖羊肉，地址是台东县台东市开封街269号。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都没人。知本路是主羊肉炉，也有方案，地址是台东县台东市知本路一段569巷112-1号，营业时间是12点到20点，电话是0956603326。对，因为我可能是你们的，因为我打电话。对，因为想说叫没有叫到人。对，两份，两份，会吃的。哦，你们搬到这边来了。对。搬过来这里，搬过来这里。对啊，那个是学校的宿舍。哦，哎，我老公退休。哦，那中职上的。我住高雄，我特地来买的。啊，因为对，我每次来台东玩，特地来。哦，对啊，谢谢你。对啊，小孩说他喜欢吃这些呢。哦，这样。对啊，这个早上刚好我特地管。你们那边，因为我不晓得你们那边已经搬过来了。嘿，啊，那边再上去啊也有。哦，你说要打电话啊？我说我老公说啊，来这边，顺便回高雄，顺便来这边。哦，这边知道找不到你们，这边在这里吗？至秋冬才有卖。羊肉使用羊胆以柴烧炖煮，当相的软嫩好入口。汤头用中药熬煮的真材实料。难怪每次来台东都会想要买回家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没有去宿舍那边找，阿婶我都没有人啊。对啊，我想说顺便来台东玩，我儿子就交代说，妈妈一定要买回家哦。对啊，他觉得很好吃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